一二四。再来！消防队员利用千斤顶将倒下的堆高及沉高，因为70多岁何姓老翁人被压在底下，动弹不得。再来！好不容易将人救出，但这时候何姓老翁已经没了呼吸心跳。救护车到场，由于山区灯光昏暗，还有热心民众帮忙指引方向，十万火急将人送医，但最后依然回天乏术。使用千斤顶电块将堆高机顶高之后，将民众脱困。原来当时70多岁老翁在苗栗造桥山区整理农场，没想到现场地势陡峭，堆高机侧倒将人牢牢压住。消防队员火爆后到场救援，但人已经没了生命迹象，意外身亡。农历年前留给家人无限哀戚。记者彭振明苗栗报道。里面呢，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、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